人家痔疮长不过外边边的了，你那搁那研究研究干啥玩意儿啊？奶奶呢？小刘被包裹铁掳走了。啊？师傅，叫你一声师傅，有可能这一辈子叫你一声最后师傅了。你要走啊？哼，谁先走还不一定呢。啥意思啊？我赵德柱虽然出身于草莽，但满满的正义感，今天又代表那些无辜的百姓，叫你绳之于法，为民除害，还他们个公道。虽说是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，这还有个能，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，我还是站得住立场。出此下策，实属无奈。师父，你就谅解吧。拿着绳干啥呀？要上吊去啊？先别犟嘴行吗？妈呀，在我俩面前交代，我们会下手轻一点。你要在官府面前交代，就不是这个待遇了。不，你俩胡说！哎呀，哎呀妈呀，疼了吧？哎呀，你俩呀，真行啊！就为了要当个掌门，是不是想把师傅要勒死啊？采花大盗，你就如实招了。说吧，采什么？采花大盗。谁呀？你。我在咱赤道门这么长时间，我虽然没老伴儿搁这等呢，但我也不至于去采花去，啥意思啊？别说了，屁股咋回事还不知道吗？人证物证，还有你的伤口。我啥伤口啊？哼，屁股的痧怎么来的？这不胡说八道吗？我这屁股，我就是烧茶的时候没加小心，壶一歪，我们坐火上了，就烧了，咋的了这是？真能狡辩呐！看来你是个老手啊，你啊！不是你们俩，哎呀，敢让我们看看你的伤吗？啥意思啊？你能治啊？哎呀，你可真要命！哎呀妈呀，不行了，快点的，勒上了，粘上了，快点的！哎呀，这都粘上了，看吧。德柱，你扎的是这边吗？我扎的是应该是两个部位。横口是顺口，我这哪有口啊？真是老奸巨猾呀！他是中了刀伤，为了掩人耳目，故意再做了一次烫伤。你们俩想咋的？是不是想造反呢？啊？要想离开师门就直说，好不好？说啥呢？搁这？我都给你脱下来，你看我给拿的这点伤，哎呀，我还有啥伤？皮掉了吧？德柱，只是个烫伤的泡，里边没口啊。是啊，你愈合这么快吗，师傅？你们是什么误会了？你搁这说什么呢？是烫伤还是痔疮啊？痔疮是那，这是烫伤。谁家痔疮长不过外边边的了？你那搁那研究研究干啥玩意儿啊？给我穿上。快点来人呐！小刘被包裹铁掳走了。啊！媳妇儿，媳妇儿，快，快，好吧，拿住帮忙，快快，哎，媳妇快起来。哎呀妈呀！哎呀妈！媳妇儿，哎呀妈，咋回事啊？哎呀妈，我这脑瓜疼啊！咋回事啊？快点的，完了。啊！小柔让那个花蝴蝶给抓走了。看来这采花大盗另有其人呢。我说啥来着？小柔啊，媳妇儿，赶紧把门窗锁好，我去救小柔。你干啥去？怎么了嫂子？大师兄玉兰，赶快去小柔，小柔被采花大盗给抓走了，快去。你们是不是错怪师傅了？这个时候你还责怪我干啥呀？还有那二师兄不是说过吗？采花大盗中刀了，不是命不久矣的吗？你没完了，快去救人吧！好好好。